平常就说活在当下，那怎么样活在当下？我们并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记得我已经上过三次的那个十日禅修课程，那个就给我非常清楚的什么叫活在当下。对，那个十天的课程，它就是让你，我们那个课程非常严格，你不能，你不能讲话，禁语，十天内都禁语。那后来有放宽了，第十天又让大家搜寻一下。那其他的都是要禁语。然后呢，那禁语，而且除了禁语外，也不能有 eye contact， 就是说你眼睛不可以看人，你不可以正眼去看，你只能看你自己的内心的，不能跟人家有眼睛的接触。就说你的整个人都起，如果你要上厕所啊，你要吃饭啊，那类的，你可以走动，你可以看到有人，不要撞到人。但是你不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他的眼睛。那你要去吃饭或肚子饿要喝水，你要请人家协助，就是自己去拿吃的，时间到自己去餐厅。那他都有一定的时间，然后有打板，所以每个人都知道干什么。他日常什么，我说如果中间忽然自己想要上厕所，上厕所那就自己跑去就对了，你就自己去就是了，不用跟他举手说啊，不用不用。如果突然之间身体不舒服，你也不能跟他讲。身体不舒服啊，你可以告诉他的。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别人的协助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可以。对。但是一般正常状态下，就是自我，就是静就对了。对，都在你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。去探索自己，去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对对对，看你，看你的念头，看你的念头，看你的身体，那看你的身体有些怎么样的感受，你要去观察你的身体的感受，这样从头到脚每一个地方你都要去观察。然后呢，你要每一寸的肌肤，一开始是看你的表象的感觉，然后到了越深入的时候，他希望你看到不是表皮，而是皮肤底下的感觉。这样，那时候你整个人都是在自己身体里面，那时候真的是活在当下。那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体验，对我来说了。那我记得我在这两个，我参加了一共三次，这三次都对我有很大的。来，我们他要跑下来了，侧躺就好。对、okay ，我拿脚，你要拿脚。Okay. 好，慢慢来，快。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妈妈，我们侧躺啊，我帮你侧躺。